在看哪儿？哦，很在意这对耳朵，它们很漂亮，对吗？我也这么觉得。在迷茫的时候，就想想你是为何而来到这里的吧。我相信，你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光明正大的看向我，毕竟我也一直在看着你嘛。来，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彼此吧。而以此作为追求的后继者，他们都失败了，希望你不会如此。我和梅比乌斯不同，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你，只是可惜，就是别无他法。小鬼，让老师我来帮你一把。
现身吧，奥斯！圣财之雷！耶！圣财之雷！换线圣财之雷换线圣财之雷你的起点远胜于我，你能够做到。趁着休息时间，让老师我来给你讲讲古人的学问。
幻线。幻线，幻线。前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，你似乎也这么说过别人，是吗？我不记得了，但伊甸不一样，我和他的关系要比其他人更近那么一些。他呀，是第七次崩坏的受害者。嗯，那天他就在那座城市见证绿者的烈焰将世界付之一炬，但他活了下来，加入了烛火之俄，之后还成为了一名融合战士。烧尽大地的火蛇无法触及天上的星辰，他注定要绽放耀眼的光辉。无论是在那片舞台上，还是在这行将消亡的世界里，都是